好，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今天的天气状况。那根据气象局的预报，早上时段北马还有这个东海岸的州属呢，预计是不会下雨的。不过中马以下的州属，比如说霹雳、雪兰莪、布城、森美兰、马六甲和柔佛部分地区会下雨。不过到了午后时段，天气预报就显示布城和吉隆坡大部分地区都会迎来雷雨，其他州属部分地区估计也是雷雨交加的天气。东马、沙巴和沙拉越同样是大部分地方都会下雷雨。原本白天放晴的纳敏会在晚上下雨，吉兰丹、登嘉楼和彭亨到了晚上预计还会有雷雨，玻璃市、吉打、雪州、森美兰、马六甲、柔佛还有沙巴和沙拉越部分地区的雨势也没有消停。槟城、霹雳、吉隆坡和布城则可能是比较闷热的晚上。那全天预计最高温是摄氏33度，最低温24度，出门在外的朋友要多留意天气的变化，做好准备。